咁啊，之前帶大家睇咗我哋杜拜最一線嘅地段啦，哈利法特區啦。咁今日咧會帶大家嚟睇下杜拜一個新嘅發展嘅區域。咁目前咧，大家見到呢一個咁大嘅版圖啦，咁中間見到呢一支咧，其實就叫做雲梯塔啦。咁呢度成個區咧，其實就叫雲梯塔區啦。咁係由三個板塊去組成啦，包括咗呢一邊嘅一個濕地公園、市中心啦，同埋呢一個Marina 嘅遊艇港區嘅。咁咧，其實目前大家見到嘅呢一系列咁多嘅樓咧，其實都係我哋嚟緊呢個發展商啦，會喺呢一度包辦曬所有嘅建築嘅。咁而嚟緊大家望到呢一個位置啦，遊艇港啦，其實我哋都會有一系列嘅項目咧，會喺呢一度開賣嘅。咁事不宜遲咧，咁依家即刻帶大家上去睇下我哋嘅示範單位啦。先喺樓下咧，大家介紹咗嚟緊杜拜嘅一個新嘅區域啦。咁今日咧就會帶大家上嚟睇一睇個示範單位。咁現時大家見到嘅呢一個單位咧，就係1100尺啦，咁嘅兩房單位嚟嘅，係露台全部採用呢個落地玻璃啦。咁其實杜拜咧所有嘅室內設計咧，其實都傾向一啲簡約為主嘅，咁亦都用盡曬佢房間啊每一寸嘅空間。咁轉頭咧，我哋亦都會帶大家睇多一啲唔同嘅項目，咁啊一陣間再見啦。